陪我一下，我什么都好。我是你的良药，要来喽。 对了，放心，公司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。关于媒体的部分，你不要说工作的事吧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多陪陪我。反正你早晚都要离开我的，早晚都要离开你，那就是说，中午不会了。 没有什么事情是永久的，我们都会离开对方的。也对。今天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谢我救了你啊。 谢你没有把老人家丢下呀。那当然了，我是尊老爱幼、见义勇为的好青年。那你下次就别见义勇为了呗，一起死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说什么死不死呢？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活下来。 我们要永远活下去，要一起活下去。我们常常相信永远，但是聪明的人却往往一眼看到了终点。终点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就是希望能拿到你爱过我。 这份纪念品，打他呀，打他呀，打他呀！你跟复活呀你？我一人怎么打呀？问你个问题啊。快问。如果人的一生就像一次旅行，你最想带走什么东西？那出去玩肯定带红酒啊，还能带什么呀？我是认真的。就要是你死了，你最想带走什么东西？我死了？嗯。 那肯定要带这些珍藏版的变形金刚啊！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直接变形金刚，是吗？你看吧，就你拖后腿又帅，跟你打游戏真闹心。不是你打赢了，你就算打赢了，也是个电视机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呀？ 喂。 今天这儿正没超多，啊？什么？我这信号不好啊，你等一下。喂喂喂，听到了吗？啊！我跟我女朋友玩游戏呢，这就不去了，以后也不去了。啊，就这么着吧啊，拜拜啊啊，拜拜。哼、啊。 干嘛呀？吓死我了！你给谁打电话呢？我兄弟啊。兄弟偷偷摸摸的干嘛背着我？我哪儿偷偷摸摸了？我不是信号不好吗？再说了，我们男人打电话，你女人，你管着吗你？啊！什么呀？跟我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是英语一号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得告诉我。 话说你有什么见不得人呢？你是不是做贼心虚，所以才怕我出现？不是我当不当贼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你女朋友，你不跟我说，你跟谁说？你是不是又跟什么人偷偷摸摸说有瞒的话了？就像今天在火堆。你好。
说到纪念品呢，我觉得除了带走变形金刚，把你这个凡人的货带走也不错，最起码不会无聊啊。江一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是是，对于你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些变形金刚，是不是？等你死了，我把这些变形金刚都烧给你，啊，跟你拼。明白了吗？就完了？你还想干嘛？AC 公司的人呢会打给你们，他们会想要看新的拍摄场地。这个是你今年的工作计划啊，待会有时间看。李长凯啊，别动，现在开始我看啊，你这个从现在开始啊，你有53分钟，把澡洗好，衣服换好，东西吃完，去公司找 Fiona， 去你们昨天约好那个地点，南码头啊。啊。你都几岁的人，还不会自己吃东西啊？喂，我是陆阳。对，我们今天下午1点在你们酒店预定的那个绿华厅。对，那个夏总。啊？不是，我是说那个夏总今天已经跟你们联系过了吧？对。啊。对，特别棒。啊！对不起，我忙打给你。你洗脸了吗？香香的，还是有焦焦的味道。快点，别拖了，待会赶快把东西吃了。陪我吃早饭。
谁都有脆弱的时候，哪怕无坚不摧的骑士，也有生死片刻心门大敞，迎接了全世界。但是一觉醒来，元气恢复，他们又换了铠甲，砰的一声，大门关上，再次拒人千里之外。首先，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今天的到来。昨天，上海工作坊发生了一起小型的火灾，幸好没人伤亡。但是因为有媒体做出了不实的报道跟指控，所以我们奥利斯今天在这里召开一个短暂的新闻发布会。在各位媒体朋友发问之前，我想先澄清一个问题：昨天的火灾具体起火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组工作人员没有把灯泡跟灯纸隔离好，灯泡的使用时间太长，温度过高，所以呢，让这个灯纸起火燃烧，酿成这个火灾。而某些媒体指出，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手丢烟蒂，才酿成这个火灾。这些完全是不实的指控，没有任何的根据，没有任何的证据。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专业，是不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的。我想说的，就只有这些。请问各位媒体朋友，还要发问吗？首先，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今天的到来。当当当当！上工作坊发生了一起。哈喽，元气拉面闪亮登场。哇！这是按照你王大人的要求做的啊，只不过呢，我帮你把这个肠切成了段。肠怎么能切断呢？不切断你怎么吃啊？整根吃啊！这爱好挺奇特的。嗯，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做面的手艺真是见长啊，中华小厨娘啊。那是，难怪能迷住江启飞，这一招鲜吃遍天啊。什么一招鲜？我还会包虾子。好意思说，那都是我培养的。哎，不是，你哪来的自信？你这个使唤人的这个能耐特别特别的随意啊。怎么做的？你教教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使唤别人的时候，别人都没有任何怨言就去做了，然后可能做着做就习惯了。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真要感谢陆远洋啊，为我们这些受尽折磨的劳苦大众出一口恶气。没有任何的根据，没有任何的证据。非常的专业，是不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。我想说的，就是这些。请问各位媒体朋友，还要发问吗？对于这件事情，我有一些其他的看法。我相信这次火灾跟奥里斯集团这谁来着 ？Steven。刚才奥里斯的代表陆远洋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你看见 Steven 了吗？关于这一次拍摄现场火灾的事情，我们真的是非常抱歉。我们不奢求你原谅我们，但是我们奥里斯一定会尽全力去弥补这件事情对 AC 公司的形象造成的影响。也请你要相信我们。被同类品牌打这样的广告来讽刺，让我们已成为业内最大的笑柄了。说说吧，怎么弥补？孙经理，我们一定想到最好的对策去应对这次情人节的销售高峰。你也知道，这次的事件的确是意料之外。不用说这个，我也知道，现在是你们奥里斯打潘成仗的时候，对吧？虽然说咱们合同里对突发事件没有具体的协定，但如果你们处理不好的话，我相信凭我们 AC 在圈内的影响力，保证可以让你们奥里斯翻不了身。情人节档对奢侈品市场有多重要，我想你们也清楚。我不希望到时候看到 AC 和 RADA 在萧何上相差太多。
您放心，我们会全力以赴的。具体怎么做是你们的事，我只看结果。谢谢你再给我们这个机会。我们会尽力的，下次见。待会到了公司通知所有的部门，包括 APP 部还有什么后勤部，告诉他们任何人都不准再提火灾的事情，不准跟媒体提，也不要在什么朋友圈啊微博上面自己发什么内幕消息，就算是在办公室我也不要听到任何人提到火灾的事情，听到了吗？可是你刚刚在 AC 说是会尽力弥补的，让这个风头尽快平息那就是最好的弥补，现在的媒体一定会报三个大新闻，头条一过，明天不会有人记得了。只要不会有问题，大家就会忘记。但是我觉得火灾是个很好的宣传。我觉得火灾是个很好的宣传点。其实事情没发生了，就尽量往好的方向去想吧。所有的灾难都是痛苦的，提一次就痛苦一次。你有见过谁，因为天灾人祸而感觉到特别积极正面的？这就是你的偏见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所有事情都有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，只要我们能找到突破点，我觉得在情人节给你们一个完美的反击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好，那你觉得这么做有几分胜算？不用想了，只要1%的可能性会失败，这个方法就不能用。奥里斯现在只剩下半壁江山了，我们要做的是保住这半个江山，而不是拿它去赌啊。我们现在赌得起吗？可是赌上一切以攻为守不就是你的作风吗？哦，你也知道应该按照我的风格去做事了。这件事情不用讨论了，我是老板，我说了算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在客户那儿受了委屈到我这来摆老板架子啊？你听清楚了，我不用摆什么老板架子，因为我就是你老板，等你哪天有能力了能打败我，奥里斯跟我都是你的以后，那你要做什么都行啊，但现在不行。谢谢。乔安就是这样一个赌鬼，他无法忍受一点点经营和慢慢打拼，在一张好牌面前没有人能阻挡他把所有筹码推到台子中间。臭脸，我就感受到家的温暖了，哈哈！来，我俩扔。你看不出来我们在开会啊？开会呢？办公室一家里面。刚说这个。嗯，说是视频事件吗？对对对对，这个色系还是黄的。嗯。这也是我。你好。我们是在工作，不是在你这猜。江齐飞在里面等你，赶紧去。真的？你王大人，谢谢。在现场，我说你好，啊，赶紧带着你的零食去你的儿童娱乐区。那天我在火灾现场，你们有什么想不明白的、想要采访的，尽管来问我啊，就在那个房间，过来敲门啊。
OK， 谢谢啊。好的，嗯，那你忙你妈妈开会吧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赶紧开会，开会，开会，开会。嗯，你是不是想我了就来看我了呀？是的，是的。我都知道。没有，没有知道，什么都知道。对。干嘛呀？我买了好多好吃的，我们俩可以。打开这个。不吃了。刚才我在外面的时候，我看见乔安好像要拿这次火灾现场做新闻，他要炒作。啊，我知道，他好像要借这个机会提升追风什么品牌形象。但我觉得这事儿吧，风险挺大的。我觉得吧，乔安五行缺运。你说每次到他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，总有一个雷迎头而劈，劈了下来，一盆冷水泼过来了，把他以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好，嗯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啊。比如说，乔安现在就相当于是被人浇了一盆水，浑身已经湿淋淋了，对吧？而且也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。可是为什么即便是这样，她也比你漂亮、美丽、有女人味呢？这我真的就搞不懂了。嗯，你能告诉我吗？解除一下我心中这个疑惑。我去，江启飞，你是我男朋友还是他男朋友？你为什么抱着别的女人来说我呢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就把你游戏所有女人的记录全给你删了，都删了。你会删？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来，让我抱抱。哎呦，这个沉哦。哎，我觉得呀，咱们也别担心乔安了，他可能就是命不好，是吧？但是啊，你想想，谁的生活当中不都有那些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吗？啊，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是奥特曼，打完一只怪兽，就又来一只怪兽。嗯，其实我也挺感谢这次火灾的。你说要不是因为这次火灾，我怎么知道你这么羞涩的少年什么时候肯向我表白呢？哎呀，你边去吧！你不提这火灾，我还不生气呢。就因为救你，我差点都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对，我为了救装死的你，差点都死了。你看，你看我这伤，你死了吗？你看你这点口子，流着这点血，找都找不着，你死了吗你？再说了，你以为装死容易？我在里面都快呛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咱俩还没好，你就想拉着我殉情呀？再说了，这个伤，你看，就这么一点，万一留疤怎么办？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抱到美人归啊？我抱到什么归？美人归。美人归，你先趴下，我看看。干嘛？你先趴下。哎呦，还真是，我觉得我这是抱了一个巴西龟回来。你看你这壳。你才是王八呢！我们往往会用这是为你好来为善意的谎言开脱，却恰恰忽视了对方真正的需求。乔安认定只要广告成功就是对陆远扬最大的帮助，可陆远扬能接受广告的失败，却不能被碰触欺骗这个底线。喂，赵总监你好，我是奥里斯的乔安，我们已经想好了 AC 的全新平面广告。对，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好的，我现在就来给你对稿，一会儿见。你忙什么呢？我给你洗点水果。不要着急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我不急，你慢点啊。噜啦噜啦嘞。太好了。
老实切啊，别切着手啊。我一会儿就做完了啊，你别着急。我不着急，你慢慢切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苹果都削了皮了啊。还要切块摘牙签是吧？对呀。小白兔啊，干嘛呀？胡萝卜你吃吗？小白兔不吃胡萝卜，赶紧忙你的去。你趴地上干嘛呢？做瑜伽。大男人做瑜伽真变态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我你好，过来一下。干嘛？快点儿。是不是有礼物收啊？严肃。啊！自己浪费了10000块钱机票，还差点搭上自己性命才博得我的青睐。不说我还忘了呢，赔我机票钱。我有一个疑问。问。为什么你泡别的妞的时候都是又买包又买礼物的，到我这儿什么都没有？我泡你了吗？是你泡我吧？我还没问你要东西呢。再说了，这钱不都花这儿了吗？咱们资金有限，所以我这次呢只能出3个样品，来看看哪个最喜欢。变形金刚。哎，我喜欢这个哈喽先生。为什么？长得像我呀，我们俩多可爱呀。是挺像的，这么看你还挺男人的。那行，那就这个吧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这长得那么像你，肯定没市场。你不就是我的市场吗？我是你市场，是我口味重，但是我说的是大众市场，知道吗？反正你喜欢。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你坐那儿。啥呀？你闭上眼睛。那还闭眼睛啊？当当当当！姜齐飞和你好模型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姜齐飞先生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有文化？你好，你这这么长时间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你给咱们公司起这么难听的名字？这怎么难听了？多好听啊！你听过老罗的演讲吗？人家里面都已经说了，说全世界最牛的公司都是用自己的名字起的，你懂吗？你听说过那个麦肯锡和他的朋友们管理经纪有限公司吗？听说过吗？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，你花钱请100个大师给你算都算不出这么牛的来，动不动啊你，我都不收你费。哼哼，你是？怎么样，喝多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你是什么意思了？你要是非要起一个姜氏夫妇模型制造有限公司呢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，因为我有这个。姜齐飞和你好模型制作有限公司合伙人兼董事长你好女士，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女士太做作了？改成小姐怎么样？你好，你被门挤了吧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是我的合伙人兼董事长了？还合伙人呢？你股份呢？那技术股不算股吗？江金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过河拆桥是吗？哎，我可跟你讲，在那个泰国的时候，要不是我死皮赖脸缠那个戴维，人戴维能跟你合作吗？你可拉倒吧！要不是你出现，我那早就谈成了。那谁让你跑那么远去了？你一人自己慢慢赢吧。哎，那那个呢？那你答应给我的干股，你也不给我了吗？不是，你好，你也太贪心了。你都有我了，还要什么技术？也对啊，你就是我的全部。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有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。
你回来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没去看看你爸爸，他生病怎么样你都不知道，你去看看他吧。我看。他毕竟是你爸爸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再说你现在已经有梦想、有抱负了，你应该把你今天的理想告诉他，没准他能给你起一点建设性的意见呢。不是有一首歌唱的特别好吗？叫《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》吗？我们家事你能不掺和吗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掺和谁掺和呀？啊，你把你这些事儿告诉他以后，没准你爸爸就能告诉你一点做生意的秘籍呀、经验呀什么的，是吧？他看好以后，他还能投个股啊什么的。那这样我们公司规模就越来越壮大了。你好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爸，我现在一个成绩都没有，我现在回去找他，他还是一样不认同我。那可是你还没有去说，你怎么知道他没认可你？我。我还约了设计师吃饭，你自己玩吧。你等会儿。又怎么了？我看看你，我们家江齐飞先生还真的是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。有个词儿说得好，叫“玉树临风”。风、你也真的是貌美如花。走了。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挺美若天仙的？其实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。拜拜。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天仙，从此以后我就是姜粉。好，我不是江先生。你不是？那这是江先生家吗？你找江先生有事吗？啊，我是江齐飞。啊，有话进来说吧。谢谢啊。进来。啊。您稍等。我是江齐飞的女朋友。哟，不好不好，这样显得太不矜持了。我是江齐飞女朋友这事儿呢，还是留给江齐飞自己介绍吧。嗨。嗨。我是江齐飞的合伙人。对了，就是合伙人，高端大气。江先生，请您上去。谢谢。合伙人，高端大气，上档次。
三伯，我好。我是江齐飞。你是齐飞的女朋友还是合伙人？这都无所谓。啊？我还是那句话。 你跟齐飞是什么关系？对于我来说，根本不重要。如果你还不了解齐飞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不是他第一个女朋友，甚至都不是第一个来见我的女朋友。当然，你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江伯伯，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我和江齐飞。 是一起经历了很多的坎坷才在一起的，我们帮助了彼此度过了彼此最艰难的时候。可能我真的不能陪他到最后，但至少现在我们俩人是真心相爱的。你说我不够了解他，我觉得你也不够了解现在的他。他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，他开始为自己从小到大的梦想而打拼。 他有自己的事业了，我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我也觉得他或许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他了解市场吗？他现在搞的这些个东西，在中国就根本没有受众。哦，你们以为从商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只要努力了就能成功？哈哈，小姑娘。 不管是你还是齐飞，都太天真了。